是不是？放下，放下，转腰就起来了。放下，转腰，对，放下，转腰，啊，放下，对，放下，对，转腰，放，转大一点，放下，起来不要控制它停，起来的时候不要控制它停，它高到一个地方，高到一个地方，它自然会落，所以等它落，你看一看，你。不要控制它停，啊，放，转腰弯啊，弯，对，去体会它非常的自然的，你也是不要控制它停，起来的时候不要控制它停，起来。自己落，啊，头不要转，往前看，肩放肩放，放，你还是腰。你腰还是没有正，你的腰会这样子会往前弯，你的腰会往前弯，你看你会这样子，你会挺上身，你的腰就往前弯了。先注意脊椎，先注意它正的直的。也是不要控制手停，不要控制它停，啊，它起来自然会落，去自然落，来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控制它停？你有控制它停住。哎，对，哎，啊，抬起来的时候也不能控制它。不能，它自然落下的时候，它的重量比较重，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控制，啊，那就要去体会那个势，我们从这个简单的练习里面啊，就要体会那个势，啊，这。你的手臂松下来，你的转动，它起来落下就是一个势，啊，要去体会这个势。太用力，太用力。所以我感觉好像这个力量就跑到这边来了。你因为你往前顶啊，你往前顶啊，你没有正啊，你没有正，你要先正，松掉，松掉先正。对，你的脊椎先正。你自己感觉一下，你有体会到吗？你这个腰是往前顶的，对，我知道，是吧？所以你要放掉，不要，你看你又往前顶了，屁股往下落，不对，屁股往下不是坐，你看你顶得更厉害了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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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松，让它自然落下，
自然落下，放松，臀部放，臀部松掉，臀部松掉，不要，你看你又顶了，你又顶了，往下松掉，放掉，你又顶。我脊椎是变形的，腹部也松掉，对、啊，胸部也松掉，因为你的胸腹往前挺，然后臀部又往后，你的腰就变成往前屈了嘛，对，是不是？你把胸腹先放松，胸腹先放松，对，你胸腹先放松，好，现在臀放松，臀放松，现在的腰就稍微好一点，有体会到吗？有。所以你不要主动的去挺胸腹，让胸腹落。啊，你要去体会胸腹落下，不要去挺它。啊，对，你要先感觉到这个震，你要先感觉到胸松掉，腹松掉。对，啊，有没有？有体会到吧？有。腹松掉，对，松掉，往下落，松掉，臀松掉，这个时候的脊椎就比较震了。有体会哈，对，所以你先感觉这个啊，然后胯下去，胯下不要过来，你要体会到，先体会什么是正位啊，好，换进退，好，接下来加一个骑马步的啊，桩，骑马步的桩啊，可以站稍微高一点，甩手，上身动，桩不要动，只有腰动。我们上礼拜讲到腰跟胯的区别嘛，这里就要把它区别开了啊。你在甩的时候啊，腰放松，转的时候胯不要动，腰动，腰转。啊，也不要偏啊，也不要这样偏，也不要歪，就是桩就是桩，不要歪，不要桩，不要有一点点变，桩不要有一点点变，你就是把桩站死了啊，这个当一提，桩这样子，你甩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腰其实哈，你这样腰其实它的转动啊，你如果不带上胯的话哈，腰的转动很有限的，腰的转动很有限啊。所以腰的转动，当我们八卦在转腰的时候，背对它们，当我们在转腰的时候，你转腰其实是什么？其实还没有转到脊椎，其实是这两条腰就是。这两块嘛，这两条肌肉是这两条肌肉的收跟放，所以你在转的时候啊，这个如果这里不动的话，你看其实可以，我们可以转的腰可以转的角度是很有限的，左右转的角度很有限啊，因为它转这样的时候，你们看到吗？它是拉这个嘛，是不是这样子转过来啊？你看，所以这边不要动的话啊，你。不要动，你转，你光转腰，也不要动肩，转，好，转腰，你看，就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这个练习呢，是慢慢把这个腰肌啊，把这两边的腰肌筋啊，慢慢再放松，好，再放松，因为当我们的胯参与的时候啊，腰的部分啊，训练的就少了啊，所以我讲过八卦拳是分开练
分开练你才知道这个部位我练到什么程度，它开到什么程度，它紧是有多紧，所以这个甩手就是练腰，就是练腰，然后你的桩就稳定的，桩稳定的，就上身的运动不影响到桩，上身你再怎么动，不能影响到桩，就是上半跟下腰嘛要分开。所以慢慢，你不需要很用力，慢慢把那个腰啊慢慢松，好来试试看，马步站好了，马步站稍微低一点点，稳定，这个不要动了。完全不要动，完全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有动，有，你有动，还要稳定，当撑开。桩不要动，你的桩会有一点上下跳。对。对，好多了。桩不要动啊，跨动了。你看你这边的跨会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要有一个反方向，你的胯要有一个反方向力去平衡它。你看，你知道它在动吗？这个。哎，对，晓得哈。嗯。哎。我知道它有。对。对对对对。去平衡住它。这个不要动了，好走。对，尽量不要动，撑住。哎，当撑住。对，腰还是要左右转。手要落，手不要横的，手落下来，落，桩不要动，桩不要动。不要动了，好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再动，转过去的时候那个后面的会动，你看，你有体会到吗 ？Hello， 什么事情？给一个相反的力量，你也会动，稍微再坐下去一点。脚不要开了，脚不要开，好坐，撑裆，对，好稳住，不要动。会动的话哈，你给他一个反方向力量，你往这边转的时候，他会动吗？是不是？会被带过来。对，会被带过去嘛，所以你这边要有一个反方向的力，去平衡住，来。不要动，稳定。
翻，稳定。你发现会被带过去，你就要有一个反方向的力量。你看动了，你的裆再开一点，哎，对对对，裆再开一点，用力量去平衡住它。那桌上是谁的红？